对不对？各位观众，不要这样嘛，对。阿呵阿呵，今次康波也是无。血量啊，激素升一滴，还有那个 bug 吗？应该现在没有了吧？我现在是激素啊，可以试一次给各位看了。能够尽快干掉就尽快吧。好，我争取到回合数了。我现在回合数是两回合，两回合。我看开始死啊！你讲那么多搞海，恁真正啊，恁一个人哦，真正是哦啊！看开始是一个 GG 的 tempo 啊！哦，这个天降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。哎、欸，是啦，看到骷髅头无，卖小嗨啊！看，我刚才你没有天降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，不要这样嘛，对。阿呵阿呵，今次康波伊会死无？应该是会死，不要伤害，知道吗？那个激素那招已经没有用了，那很久以前就已经不能用了。OK。我是干嘛不鬼啦？如果你要试的话，是可以试的、啊。那我就帮你试给你看，说大概是怎么个通关过程。他们在那胖啥？今天有神天降，对、啊，神天降啊！这神天降也是节目效果、啊，不是吗？害我没带熊猫进来。完全忘记熊猫的存在了。哎呦，那个呢？哈，哎，糟糕，我这转速有点问题耶，我都看不懂我在转什么。完全爆发角，哎，我觉得这场好像白玩了耶。应该是不会超过一半吧。哦，好可怕！感觉熊猫不太有机会开，就是开了后面用不到，应该这么说。只转一颗、哦，怎么那么小气啊？不是以防万一，我们直接这一关就给他青龙摆尾，青龙摆尾。翻山小海，阿良伟，我还真的有开有宝币，有亏有波币啊！我来干嘛？有点危险啊，应该是没戏了哈。干，又转错，没天降，有点危险。哦，错觉就没留那么现状。我先处理一只，好不好？嗯，这只好不好？全火。靠北啊，没攻击猪了，干！没火猪哦，我躲全光啊你！现在是啊，
切猪切到这款型的，全光。啊好啊好啊好，我咧指定攻击咧干，啊我咧袂水过，我刚才无死。好悲啊！在转什么？我真的看不懂自己在转什么。啊，青龙摆尾，青龙摆尾了。看看到我里面都动袂掉啊。全火哈、哦！第一关过就过了，第一关过就，第一关是蛮靠北的啦。说实在话，我看的也是第一关比较靠北。哎，我现在缺什么数啊？全火呢？他都没火速啊，啊哦，我现在是比较怕我爆发的问题啊，感觉爆发软软的感觉，因为我刚说乱配就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也被磨点了。全火哈！恭候死亡，恭候死亡。我是感觉直接把青龙摆尾就一个关了就对了。丁导诶，他说好痒啊，干！选好嘛吧，快嘞！不用省，真的不用省，我觉得不用省。十七回合，我下一关磨得出来，磨不出来我就直接 GG 了，就这样讲比较快。刚刚我先开，所以等一下可以再开一次。真他奶奶抓痒啊！干，我觉得这次要一波带走，不然我等下会死掉。勇敢的开下去吧，各位。
对啊 ，R2 要打，没错没错，这是谁 ？Love 153 Love 对，因为 R1 的时候你就直接就跟他同归于尽了，这个要稍微注意哦。看到那个按了没有？我告诉各位，这种按的要怎么破解？来了，我示范一次。用这种对我破解很简单，这个龙雷就对了啦，破解。然后这次技能一定要除起来，没除起来就再死啊。可以轻轻的、轻轻的，对，轻轻的，对，戳戳他，戳戳他，轻轻的就好，没关系，没有人会介意的哈。咚，他弄了就掉哈，带点勇气给他弄下去。哦，这是我刚刚的判断，17回合哈，弄了哈，应该是撑得到17回合。啊，撑不到你才死啊！我是跟你讲的，撑的方法很多种，等一下跟各位教哦。看他打多少，看一下，38000哦，所以你知道38000的血量就可以了哦。哦，撑血量第一个方法，补新珠补血，什么烂方法？38000哈，没有新出补血哈，OK 了哈，这血量 OK 了哈。小手是攻会六回合才会死，没有，他最后回合会跟你同归于尽。之前就是我忘记了我哪一个副本的，那之前有玩过。他是写六回合没错啊，但第六回合跟你同归于尽这样。OK 啦齁，别冲了。好，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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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不用跟他客气了，跳了就不用跟他客气了。9000多嘛，这个 OK 了，亏了。金龙摆尾，锵！哦，舍身立底哦，应该舍身立底先亏了，不过没差了，一波灌下去就对了。那个光珠被叠住，不过刚才没叠到啊。哦，这队最难就是第一关啦、啊！啊，我刚刚是有吃到一点天降啊，对啊，对，各位看官就自己哈、哦、斟酌一下、哦，看你有没有要去那个哈、哦，记得哈、哦，不要在那边妨碍你，把它撞掉就对了。这队不怕血哈、哦，不怕没有血哈、哦。哎呦喂，啊，我新珠没消掉，然后再附带一提哦，我的那只埃及是没有解放的哦，不是没有解放，没有升华式啊，所以他没有增伤哦。哦，第一关过就算是过了，应该是这么说了。那、啊、第二关自己要抓一下力道，给他一个爆炸，砰啊！那基本上这边就轻松过了哦。哦，这所谓台湾。这问讲的一句话，逃鬼心丢鬼了，知道不？就是头过去了，那身体就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头已经插在人家那个什么的车子前面哦，所以逃鬼心丢鬼是他的道理哦。刚刚你还开技能去碾他，差点爆炸。
两回合加被打四回合，六回合打六六六万，大概是这样。两回合加被打四回合，就是第五回合要把他 KO 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嘿，有没有？现在感觉好像很简单，有没有？前面人没看到我打得多辛苦。这所谓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有。前人居居，后人通关了、啊，就是也是这个道理啊。不要奇怪啊，怎么会拍了这一部完全没有成就的队伍？这是为了这个回馈我们的龙队，有没有？对，召唤师的龙，哎、欸，大家应该知道这个 team 哦。对，为了回馈我们召唤师的龙，应该是的，我不确定，你是召唤师的龙那边的吧？因为我也会在那边发文，所以我想应该你可能是那边的人。因为会玩龙队那边是蛮多的，像大家有看到我刚刚选的队友是辉煌哦。如果你们是那边的人，应该知道辉煌是谁哦。恐怕伤害不过。下面那一关了、啊，可以啊，下面那一关可以试试看啊。这一关要静一下力道哈、哦，首先先开这个舍身立底，哦，石化，青龙摆尾，大概是这样吧。哎，还有没有更多？我想应该没有了。要、啊、记得自己的路径哦。我想一下。应该是这样吧。哦，有点小小失误了，一点点，没关系。八百多万了，好吧，我们试着哦看了，哦啦哦啦哦啦 ，K， 哦，因为数字跳的不够久，我有点差点来不及喊，好吧，啊，因为我多重增伤啊，我相信刚刚感觉上是有机会了，所以我还是一样按照我们惯例，就是一样要喊一下哦啦哦啦这样。